这个酒的正确的对待方式嘛，你要把它供起来。对不对？因为这种东西好像很不一般呐、啊，这种东西，要把它供起来。对的，没错吧？就是这个，我们这个对待酒的一个正确的对待方式。不是放床底下吗？不是放桌子底下吗？要放酒柜，要放的高高的。这好像不是，反正我觉得你要这样对待他才对。